10月20日，张艺兴工作室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张艺兴训练小狗的视频，并配文：和小狗亲密玩耍的老板，既会训练规范，又陪着任由撒欢，今天也在想 Ra 和酸之间摇摆不定。视频中张艺兴训练小狗看起来十分专业，甚至还自己示范倒立，努力训练的样子太可爱了。粉丝们也纷纷表示，我好羡慕啊，我好酸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